首
悉之后问候主任好，首先。主任好。教官，还有姚教官，还有我们学校同仁哈，还有我们的彩灯的工作团队，还有我们同学哈，大家好。我想首先呢，替同学感到高兴哈，我们这个公民训练呢，已经停办了十几年了哈，今年在我们校长大力的促进之下哈，我们今年又恢复办理了，好。我想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验了哈。啊，今天呢，老天也非常的帮忙哈，天气非常的好，好，我希望呢，每个同学呢，都能够利用这两天的活动，好，好好来提升自己，好，也预祝呢，好，每位同学呢，都能够呢，让这个活动呢，在你的人生呢，留下呢，最美好的回忆，好，报告完毕。受肩受肩。同学代表即将担任为我们这两天公民训练活动的各班的执行班长，也是各班的领导干部。我想不管这个执行班长是你们选出来的还是我们的教练选出来的，既然已经背上了这条执行带，在这两天赋予他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引导以及负责统御我们各班参加我们这两天公民训练活动。所以呢，要麻烦请所有的同学负责必须一定要服从我们执行班长的领导。在两天的活动当中，很多时候我们的带队的教练以及我们的辅导员会不在我们的班上，会由我们的各班的执行班长在我们班上的最前面负责领导我们所有的同学，请所有的同学一定要配合我们各班的执行班长的所有的口令。所有的同学现在中是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而且在创造属于我们沙鹿高工两天公民训练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过程。所有的同学，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鼓励，欢迎我们各班的执行班长回到我们各班的同学的位置上。好，所有执行班长，努力，努力。休息，休息时间，休息时间，你们表现得太好了哈。OK， 好了，请各位同学，好了，我们起手，请出列，来，请到我们正前方这一整排，按照我们各中队把你的位置。我们先请我们各班的起手，来间中间间隔一小步哈，中间间隔要一小步的一个距离哈。好，来我们。
哪里
做什么？你做什么？同学介绍到我们的右旗，我们的右旗是由我们的第二中队食物，但是绝对可以让我们所有人填饱肚子的一位。我们的右旗的掌旗教练就是我们的黑轮教练。完了 ，Olen， 你的后援会只有那一边。那我们接下来试试看，我们的左红东中部五县市。本身是海军陆战队2000万人特种部队顾福利社的那一位，啊，你就是顾福利社的，还是要讲一下啦，哈，还是要讲一下。是的，没有错，他最近搬家搬到了台北去，所以他现在呢是轰动北部7县市，他们家是在卖春卷的，春卷啊，我们的阿毛教练，掌声鼓励。你的后援会有好像我不比啊。好了，不管你们了，现场所有的同学倒数10秒钟，我们双旗即将出发，现场倒数十。第一个表演节目是由我们的辅导员们为各位同学带来今天晚上的第一个开场节目《香舞》，请所有的同学让我们将我手上的荧光棒跟着我们的音乐一起挥舞喽！来自同暖。